纯洁的摄影师，以为都市很美好而离乡背井，前往都市拍美丽的风景，却拍出现实中的黑暗面。我觉得你拍的很好啊，你看一下那个腊肠狗的笑容，我先从它的笑容说起哦。它笑容就像冬天的暖阳，夏天的微风一样，令人身心舒畅。而且你再看看它那个毛绒的耳朵，看着就令人非常的身心愉悦。借过，我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照片可以引起那么大的骚动。天啊，这是一只狗，这是腊肠狗吗？你确定吗？怎么可以把一只狗拍得那么丑？我天哪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呀？多亏你还拍得出这种照片，真正腊肠狗应该是要长这样子才对吧？那你是不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？这照片太丑吧，在那里献给大家看，是以为自己是什么专业摄影师很会拍你？我阿妈用智障型手机倒立拍都比你好看，你真不愧是从乡下来的，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，完全搞不懂你这种人来都市浪费资源是做什么的。真让你倒胃口，滚回去你的村子里种田吧你！这是什么呀？告诉我呗！这么奇怪的东西你也敢拿出来哟？再怎么努力也做不了什么啊！我还是回乡下吧。我太难了。最后摄影师没拍出美好的画面，却被现实的残酷给感染了，心灰意冷的返回家乡。